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再次欢迎大家。今天啊，咱们聊的主题啊叫海河故影。哎，说到这主题，可能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聊一聊咱们天津人、天津事儿、天津味儿。说到天津啊，应该说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城市啊。咱们常言说的好，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咱们天津啊，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风土民情，也正是这些滋养出了我们天津这座城市久负盛名的曲艺之城。孤上荆门美名扬，洋楼林立海河旁，山谷云集真喧闹，车水马龙也繁忙，霓虹闪烁丝竹响，风流雅士聚一堂，吃喝尽在天津卫，不负人间好时光。80年代的天津，既充满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息，又保留着浓厚的历史风貌底蕴。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人们生活充满阳光。来到了天津卫，把美食尝一尝，煎饼果子好滋味，它名气响当当，豆面摊成煎饼，鸡蛋色金黄，抹上面酱红辣酱，撒上葱花无比香。感谢三位啊，欢迎三位老师。 来咱们请到台中。好，三位老师来跟我们做个简单自我介绍。啊，我是天津市曲团的青年相声演员刘国军。天津市曲团相声演员李子平。天津市曲艺团青年相声演员崔哲。好，欢迎三位、啊、欢迎三位。这个今天聊这话题啊叫海河故影啊、这三位往这一站，这两位肯定都是故影了，是吧？这个一个是故的时间更长一点啊，一个是故的也得有40多年了，是吧？这个三位今天的展示其实是我们天市曲艺团排的一出大戏当中的一个小的片段啊。对，这部大戏跟大家还要透露一下啊、名字就叫海河故影，对，会在10月的下旬和我们的广大观众来见面啊。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啊。说到了海河故影，你们三位都会想到什么呢？国军先说吧。我说小时候那阵儿就是奔海河边玩啊、因为我那同学住那门口哦，咱家没有人家条件好，嗯，人家那都是什么杂炮枪啊，什么呲水枪啊，什么气儿枪啊，全是枪喝着。他们家那街坊还有玻璃吗？街坊倒是都有，我们家没了。是，拿回家玩的。这个其实也非常有烟火气的回忆啊。是是是。子婷呢，踏实光惦着玩啊。我们在这一心一意的攒钱，得买个自行车，哎呦，攒钱买个电视机，哎呀，攒钱买个电冰箱，好，攒钱买个缝纫机，都预备齐了啊，还得换个大点的房。那这个崔哲呢，基于我们现在这个80后啊，基本上回忆可能跟咱们天津这个吃就比较有关了啊。而且我觉得我的这个回忆从我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就是咱们天津这个早点。这个回忆一直到现在没有变，这是我觉得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哎，没错啊，现在也非常火。但是其实啊，过去天津有一老话叫吃尽穿绝天津味啊。咱们天津好吃的可不光是这早点，哎，什么样的品味，什么样的档次的都有，好吃的都有美食。对，咱们天津过去有这八大碗。八大碗，哎，咱们今天要请上的就是咱们天津市的非遗啊，这八大碗的传承人傅玲老师，有请。再次来到我们这个群英会节目当中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什么叫八大碗。这个八大碗啊，始于啊清末民初，那么又分为粗八大碗、细八大碗、中八大碗。哦，粗八大碗呢，平民百姓吃的，细八大碗呢，就是达官贵人，哎，这方面人
吃的。嗯，然后呢，棕八大碗呢又可以粗细综合到一起，叫棕八大碗。啊，嗯，八大碗很有讲究啊。是是，今儿您给我们带来了吗？带来了四大碗，八大碗带来四大碗。对，四大碗一个趴菜，然后还有一个具有天津特殊代表意义的菜品。我这个放眼望去，我们这个下边六位相声演员，台上三位相声演员，对吧？这个一共才四碗，看来是不够吃，减配了。哎，那这样吧，我觉得啊，咱们这个今天啊，谁能吃这八大碗，谁吃不着这八大碗，我觉得咱们来一个小小的比拼，好不好？哎呀，来呀，咱还没赢过呢。是啊，行吧，那这个台上这三位啊，这就算一组了，好吧？我们台下三组相声人，每组出一位，好吧？你上，谁来？那我去，你这去啊，吃啊，来，这个三位到台上来啊，好。还有我们这个傅师傅啊，精心准备的这八大碗中的四大碗啊，已经这盛上来了。您先给我们讲讲这四道菜吧，好吧？这个八大碗里头啊，有烩花鱼、烩毒丝、烩凉鸡丝、元宝肉、彩灰鸡，等等一系列，都是好吃的。哎，咱们这里头啊，三个粗碗，一个细碗。哦，哎，三个粗碗呢，又是海鲜组合到一起的。嗯，比如说干贝，大伙儿都知道瑶柱，营养丰富。是吧？嗯，而且属于海产品里的比较珍贵的。嘿，少三丝呢？咱们又是肉丝盖帽。嗯，跟其他的少三丝有所不同啊。柴灰鸡里头最典型，好汤，做出来之后，虽然口味清淡，但是呢，浓郁的汤汁进入嘴里头，非常的滑爽。嗯，哎。菜单子大家都学过，而且我们这个相声人呢也都爱吃啊。那接下来这问题就是，每组要说出八道菜，看看这八道菜当中有多少是属于咱们这八大碗的。哦，八大碗，八大碗，哪八大碗？这才来四个。嗯，啊，这个可能这四个还真有一那么大，这四个咱能记住，这四个不能说了。独面筋，独面筋算独面筋里的吗？可以了，不是八大碗里啊。那你来，我来。黄焖两样，黄焖两样，哎。嗯，那个牛舌尾，牛舌尾有哈，嗯，几个了？郭大礼，郭大礼四个了啊！不是你爱吃什么，你说那个八大碗啥菜啊？那个奶酪里脊，八珍豆腐，奶酪，八珍豆腐肯定没有，我估计行，八珍六个了啊，六个了。那个爆三样，爆三样啊，老爆三，老爆三，可以。你问，哎，菜都没有了。肉须肉，行吧，这个来国军你们这组，咱这组，咱来。他们说这个刚才那几个菜，咱能溜鱼片，溜鱼片，溜鱼片啊，蒸蹦鲤鱼，蒸蹦鲤鱼。那我是说这个，站着，对对对，算不算？您站着。烩饼，又搁给这个烩饼，再加一个素烩饼，焦溜丸子，多说几个，焦溜丸子，哎，丸子有可能，肚丝乱蒜，肚丝乱蒜，好，五个汤菜你都知道，我看这碗里都有汤。我感觉他们已经赢了，我听那名儿就挺硬。耗大虾，油焖大虾，油焖，对，油焖大虾，油焖大虾，好，哎，这菜六个了，硬了，硬了，还有俩，油爆散蛋，哎，对，这算吧，散蛋，哎，来个鸡肉的菜，扒肉条，扒羊肉条，行。这个把眼凑齐了啊，不少这两边一比一打成平手了，一个柳鱼片儿，一个独面筋，他们，哎，对了，哦，说了这么多就对这俩，咱都够废物的，带骨头带刺儿的，都不属于天津八大碗。行，这个总之啊，这个普及了八大碗的知识，两边呢费了半天劲，反正也都对了一个啊，也没白说的。这个没关系，咱再加赛一道题啊。这个你看，刚刚这有一道这个拆烩鸡啊，这道菜的最强推荐官是以下这几位当中的哪一位？我来说一说啊，张作霖、李鸿章、袁世凯、张爱玲和曹禺，哪位是拆烩鸡的最强的推荐官？李鸿章，李鸿章。对，李鸿章，我记得不是爱吃鱼吗？嗯，废了这一组。别说了，曹禺，曹禺，曹禺。这个傅老师，您说正确答案吧。他们说的都不对。拆烩鸡啊，是咱们天津的名菜呢。这是民国的初期啊，这个张作霖呢，到咱们天津秘密的会见孙中山先生。哦，8:30火车熄火，他饭店都关门了。所以
煮好的白条鸡，有好汤，体现出来呢，咱们八大碗善于用汤，张作霖吃的大是得味。后来呢，被属下带到了东北，才有的东北八大碗。哦，嘿，今天长知识了。好，两道题，双方势均力敌啊，表现不佳，咱让对面那三位吃一口，好不好？来吧，你们来尝尝。对对，来思雨，思雨。哎呦，这道具！哎呀，这叫瑶柱是吧？嗯，你别说了，鲜嫩。你吃，你别吧唧啊！思雨感觉怎么样？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啊！尝尝这香味，噎着你。给我加个这个。能能能，我去！你要吗？我去！哎呀哎呀，这不没赢吗？那不是。没赢啊，我就吃一口。行了，我觉得拦不住了。行了，一会儿给你们留着啊，下去可以接着吃啊。太气人了，嘟着嘴就回去了。没关系啊，咱后边还有菜，咱接着上菜好不好？这道菜上来呀，我觉得比刚才那些菜呢就清淡一点了啊。这应该这是西红柿是吧？这是活柿子。活柿子啊。对对对。素菜里头的一道趴菜。哦。西红柿呢煮一下，把皮儿剥出去，然后进行刀工，在锅里边用油和我们的汤汁进行烧烤。大翻勺趴菜而成。这个菜呢，您别小看这道菜，至少得有50年，咱们天津市都失传了这菜。对，源于清真菜。要不是回汉两席嘛。这一轮我觉得不光靠大家动脑了，咱们比拼一下动手好不好？让这个傅师傅这个带着大家来切一切这西红柿，看看哪组切得更好，好不好？他呢是刀工、火工、勺工融为一体的菜品，我呢先给大伙儿展示一下。哎，咱们西红柿呢先切成排梳刀片，咱们先把它一分为二，切下去，西红柿的根儿咱们去掉，底下呢咱们就开始切，跟梳子一样，哎，跟梳子一样排梳刀片，就是这样，它便于入味。好，哎，真了不得，还真好看啊！好，这就行了。那我现在就开始了。对，哎，别，比拼啊！有两个要素啊，一方面要比快，另一方面还要比好，谁切得更精致，好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那咱们3、2、1，计时开始。稳住，稳住，小心！哎，注意安全啊！没问题，因为子婷老师在家经常做饭。哎呀，别捧了，咱就别图好看，咱就图快。哎，对，拍黄瓜见过吗？啪，就这一下。完了，他都开始梳头了，四哥，你抓紧吧。对，行了，子婷这个还真的是。您说实话，您说相声是不是业余的？赢了，赢了，赢了！哎呦，彭旭这边也追上来了啊！别揉，常老师。完了，彭旭那刀不好。哎，这得嘞。得了，我们这儿赢了。哎，这怎么摆盘了？这都已经。这个很。子婷已经完成，但彭旭这儿也很快了啊！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果啊。哎，对。哎，行。好，砍这一片慢砍，哎，还砍，行了，从时间上子婷更快一点啊，精致程度让傅老师给评判一下吧。子婷切的呀，他比较熟练，哎，可能是在家里边啊，动手能力比较强，哎，确实啊。彭旭这儿呢，虽然说他慢，但是他吧特别稳健，刀工特别匀溜，哎，对。但是从时间上，你肯定是不如他。您别提这个了。那最后您觉得胜出的是哪一队呢？我觉得子婷还行。子婷啊，行吧，这个恭喜曲艺团的三位演员们啊，咱筷子来，咱可以尝一尝了啊，这胜利的果实啊。哎呀，偏着各位了啊，偏着各位了。来，来一块，酸吧，喝。哎呦，怎么样，郭军？哎，真不错，真不错。酸来了啊！对，西红柿做的能不酸吗？这个它就是西红柿的味儿，但是它确实是。别评了，别评了。我觉得这个三位啊，这个刀工展示的好，这个西红柿也吃没了啊。当然咱们有句老话叫先赢不算赢啊，这后边还有一道大菜了。这一道可以说是咱们天津10道名菜之一啊。那到底是什么呢？咱们来上菜。哎，这一看就是大菜名菜啊，这个形状上跟个麻花差不多是吧？我觉得这样，先让两队咱先猜猜这是什么食材做的，好不好？
行，哎，一会儿扎进去了啊，闻闻味儿，就是糖醋口。郭军，你们这边有答案吗？这已经完全打破原有食材的那个样子。对，有鱼，有鱼肉。我感觉崔哲说的对，兄弟，就是鱼，鱼是吧？啊，那这个咱们这边有答案吗？我名儿我都起好了啊，这个叫丛林麻花。丛林麻花里有什么呀？有那个丛林，有麻花，有我也觉得是鱼，啊、你也觉得是鱼。它是因为它是糖醋口啊，糖醋的，有糖有醋。对，它糖醋一般都吃鱼肉的。你看猪肉、牛肉、羊肉，这都没有糖醋口。这咱问问傅老师吧，这个到底是什么食材？这道菜呢，是咱们百年传承的这个非遗项目里头的麻花，是用鱼做成的，所以。恭喜你们两队啊，都答对了。这个菜呢，融于刀工，融于火工。那么一般这道菜没有两天是做不成的。这道菜，对，至少是36个小时才能做好了这条鱼。您说今天您去了，我订个麻花鱼，马上吃，没法给您上桌，做不了。36个小时才能做成，想吃不想吃？太想吃了，是吧？啊，那咱还得接着答题啊。这第一个问题啊，这个。麻花鱼，用什么鱼做最好？哦，哎，塔嘛鱼，塔嘛鱼，哦，倍少，哎，点头了，塔嘛鱼，这个要是打平了，还是他们仨吃啊？哎，对，就他们。人家说是塔嘛鱼，不是混塔嘛。那个，我觉着是鲤鱼，鲤鱼，不行，鲤鱼刺太多了，哥。不好，两天时间呢，我不说话，就光摘刺儿呀，这两天我这鱼，至少要5斤以上的鱼，你们再猜一遍吧，5斤以上的，五斤以上，那咱这是大鲤鱼呀，那叫大鲤鱼呀，蛤蟆差点了，胖头青鱼。他说这青鱼啊，特别沾边儿啊，还不对，这是草鱼。哎呀，呵，我们仨商量了，算我们对了。哎，别着急，这个咱是两道题啊，还有一道题，是用公鱼还是母鱼更好？这鱼还分公母啊？公鱼、母鱼，这个咱们不是说，我觉得是母鱼。哎，你看他们又改了，他又改了。先给我们一个最终答案。母鱼，咱这边呢，那咱就公鱼，公鱼。来，郭军，你说说你为什么要猜母鱼呢？因为我觉得你看那斧头呢，感觉像是有鱼籽在里面。啊，哪有鱼籽？这不吃吗？吗？这不是？我就那么一说，你还真信。那咱这边是公鱼啊，公鱼。那傅老师最后的答案呢？这个就是公鱼。对，因为你，我觉得你都猜对。母鱼那肯定肚子里都是籽呀，它哪来那么多肉啊？对，是不是？是啊，我觉得咱们这次还是主要关注曲艺团这大戏吧。对啊，就吃了个火柿子，你们仨就回去了。来吧，咱们这边尝尝这个麻花鱼，好吧？哎呦，是那个带芝麻皮的，带芝麻皮的，又外面脆，里面软，然后这个鱼的细腻。行了，这个一会儿下去还可以接着吃啊。嗯，我拿我筷子。哎呦，这跑比谁都快。嘿，再次感谢傅老师，谢谢啊。谢谢。哎，也欢迎您常来啊。这个今天我还没吃上了，下次等着您啊。好，谢谢傅老师，谢谢。哎，这个刚刚啊，咱们这体验了这个八大碗啊，很多的名菜，但是我们这三位呢，就吃着一个西红柿啊，也不错，对，这个是不是稍微也有点心有不甘啊？也不光是不甘，现在恨得慌。啊，但没关系，咱接下来还有机会啊。哦，您看咱们这个天津的很多传统的这些特色啊，好多都跟嘴有关系。刚刚这体验的是吃的，对吧？咱们这曲艺是说的唱的，这都跟嘴有关系。接下来这项是吹的。吹啊，不是吹牛那吹啊，是这个吹糖人儿。哎，好，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啊，我们这个糖人非遗技艺的传承人马清旺老师，有请。欢迎马老师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来自河北，我是河北省省级吹糖技艺代表系统传承人，我叫马清旺。好，欢迎马老师。
欢迎马老师啊！哎呦，我一看到您这糖人拿上来，我们觉得就一下回到童年了、啊。那可不！哎呀，真漂亮啊！这有生肖啊，还有这个蝈蝈啊。这蝈蝈太男人了。对对，而且您这个是这小匣子里还带一个小炉子是吧？哦，这是在这个热融化的基础上哦，边吹边捏做成的，下边是一个炭炉啊，炭炉 哦，这是用那个麦芽糖做的。麦芽糖哦，麦芽糖。哎，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天津老的这个技艺，它就是又能玩又能吃啊。对。嗯，现在先给我们来吹一个好不好？啊，吹咱吹个拿手的，咱吹个牛。啊牛嘿、哎，牛就是吹起来，哎，就爱看吹牛、嗯、啊。它这个温度很烫，你可以摸一下。哦，来，咱试一下。哦，嚯，够烫的，这么烫，有100度数。哦，100度。嗯，哦呦，这么哎打个窝，它这个吹糖人啊，就是为什么没人啊？指的是吹糖人，就像咱这个说书人一样，指的是这个吹糖的艺人。哦，叫吹糖人，明白了。哎，这么捏住它。捏住点，哎，然后这位虚着一拽，哦，这里就，哎，这就形成了个气道，明白了，哇，哦嘿，嘿，它有声儿，开吹了，开吹了，这个管子是空的，嘿，这是这个牛头，嘿，这样它就是水牛，哎，这样黄牛，嘿。你起个尖直逗你，嘿，也有钢口，嗯，真了不得，嗯，这就吹差不多了，哎呦嚯，嘿，嗯，写个字儿，牛嘿，我怕认不出来。因为它这个受时间的限制，细微的地方表达不出来。嘿，哎，这就好了。哎，你看这，总说吹牛，还没发现吹牛还有这么高的艺术性啊。嗯，那这样吧，这个马老师，您看我们今天啊，都想跟您来学学这吹糖人。现场这六位啊，派一位代表啊。思雨老师，思雨老师，嘿，这东西赢不了也能抢走啊！这个来，咱们曲艺团的老师们选哪位？谁来？我来，崔老师来。这个马师傅，您就教教他们两个人，让他们俩比一比啊。哦，来，他得弄个空心的，有个粉儿，他就一拉长，他也不粘了。来，嘿，吹吹，哎，吹吹啊！来，我指点着你。嗯。哎，哎，这个手先这么拿着，这么拿着，哎，轻轻的先吹，再吹，再吹，再吹。这个手从这捏，这就是，哎，往前带，吹起来了。好，可以捏。这个手从这捏，好，哎，这个手从这轻轻的一勾，这个手，哎，好，哎，从这拽个腿儿，这，哎，再吹点儿，嘿。这是个小肥猪哦，哎，最后这个尾巴再让它转个圈儿，嘿，小猪尾巴，哎哎，郭军哥，看，哎呦，这小猪吹的还算挺饱满的啊，来思雨啊，来你吹，哎，吹啊，看思雨，哎，停慢点，有点猛，你从这蹬一下，哎，这么一蹬，你这难度大，哎，好，吹，接着吹就行，吹吧，哎。吹崩不了，吹，它这个也简单也好看，咱稍微美化一下。嗯，哎嘿，还真像个桃。哎，再吹。嗯，这是个叶子。桃子。嗯，哦，吹的是个仙桃。好了，哎，哎，还有真费劲儿，这还真是。啊，我觉得思雨这个对气力要求还挺大，他是吹这么大个儿，推折这个呢。应该说这个造型还是挺好的啊！哎，对，看着就是艺术感。哎，咱们这个就算平分秋色，咱每人可以拿一个糖人回去，好不好？好，好吧，来，咱一人挑一个吧。啊，我想要那个小龙。好，来，咱大家每人挑一个啊！好，谢谢啊，谢谢，来，我觉得这个大家也都找到了这个童年的记忆啊，领略了我们的这个海河。哎，你这个不错呀，兄弟。好，再次感谢马老师，谢谢。
吃了也玩了啊，很好的体验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叫海河故影。海河故影，没错。这个说到这个主题，开场其实也介绍是咱们今年我们天津市曲艺团要推出的一部大戏啊。那接下来呢，叫我们请上天津市曲艺团的副团长夏言老师，有请。谢谢。主持人好，欢迎欢迎夏子，欢迎夏子啊！观众朋友大家好啊、非常高兴能来到咱们现场啊，和老师们一起欣赏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民俗啊，真是我看着还挺有意思啊。是是，那今天呢，作为这个天津市曲艺团的副团长，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大戏好不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天津市曲艺团今年推出的这部方言曲艺剧啊，叫海河故影。可以说通过这个剧，把我们天津美好的生活，我们的吃喝玩乐，以及我们的文化底蕴，然后通过我们的方言剧奉献给大家。哦，全部都是天津方言。对，90%。这个其中呢，我们的天津的元素应该说包罗的也是非常全的吧。对，我们这个剧的元素特别多，包括都是咱们天津本土的，像天津快板、天津时调，以及我们的相声，还有我们一些天津的小调，比如说像杨柳青的那些小调、也会在这个剧里面呈现。融合了多种的这个曲艺的元素。对，最主要的都是我们天津的本土文化。那这个夏团今天既然都说到这儿了啊，这个虽然我们都没买票吧，但是这个我们听完了马上就去买啊。您能不能先让我们来听一点好不好？好，那我有请一下我们团的李玉平老师给大家先演唱一个小段好不好？我们掌声有请。Bye.
感谢玉萍啊，来咱们战斗当中。这是一段这个河南坠子风格的演唱啊。对对。这个戏当中，我们到时如果去剧场看，也能看到这一段演唱吗？小小剧透一点啊，是因为这个剧里面的这个人物啊，吕萍老师演的这个是有河南情节的。哦。对。所以有这么一小段的河南演唱，不能再多剧透了啊！大家一定要买票去欣赏了啊！说到这个河南坠子，虽然带着河南俩字儿，其实也是我们天津观众非常喜欢的曲艺曲种啊。对，当然要说到我们天津观众最喜欢的，应该说还得说是相声啊。对，我们这个群英会也是个相声的舞台。那接下来咱们先来听听相声，好不好？好，那接下来舞台交给新月、张弛，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谢谢您的。这场是该您表演了，该我说了。群英会这个节目办得太棒了，是啊，全国各地的精英全到这儿来展示自己，都来咱这儿了，尤其是你们这个文艺圈的。啊，文艺卷、曲艺卷，还有你们这个相声卷，您等会儿吧。全国不少，别说了，这老老老老，别轰了。你不是我们这个卷里的呀？我跟您不一样了啊。那您是？我是搞体育的。哦，您是体育卷的。什么叫体育卷？废话，什么叫文艺卷呢？不有那么一个词儿吗？文艺圈啊。都差不多，都一个字儿，音不一样。咱们这个是文艺圈，哎，得这么说。我跟您是差不多，您文体不分家嘛。哦，我搞体育的。等会儿，您这个体育当中，您是从事哪个项目呢？跟你们这个相声啊，还有点相似。哦，我是练武术的。哦，传统武术。传统武术。哎呦，你们这个相声不是讲究师承吗？哎，讲究。我们跟您这差不多。我知道你们这讲究门派。没错，对不对？我们讲究门派。武侠小说上看过。提起我来讲啊，啊，我们这个圈里边知道的人不多。哦，但是要提我们这个门派，是别的地方咱不敢说啊，在咱天津市，咱当地家喻户晓。是啊，没有不知道的。那您这个门派所在是？就说我们练武这个地方。对了，就在咱们这个西马路。西马路。西马路北马路交口附近这一带。西北角啊。然也。别然也了啊，特色小吃一条街，卖小吃的，没有练武术的。不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吗？怎么说呀？大隐隐于市。哦，您说的我知道。是啊，现在咱天津越来越火了。是，到咱天津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提起美食都上西北角，都奔那儿。那儿有什么大饼卷一切啊？什么烧烤一条街？您知道啊？看着都是小吃，哦，实际我们就要闹中取静。哦，养这个静气，哎，练我们这个心神。嘿，在闹市当中静下心来。你看我们还知道点内部消息了。那当然了。哦，你们这个讲究拜师吧。得讲究拜师啊。我们也一样啊。啊，投名师访高友，小能耐呀。啊，要说我们这位老恩师啊，嗯，这辈子就收了两个徒弟。哪两个徒弟呢？一个是我，嗯，还有一个是我哥哥。就这么二位教我们十八般兵器，样样拿得起来放得下。等会儿吧。嗯，不光拳脚，还得学兵器。那当然了。哎呦，您比如说我哥哥吧，啊，练刀练得最好。那我知道，练这个大刀，还手刀。一听您说这话，您就外行。这怎么外行呢？您不是我们这里事儿 啊。那我肯定不是啊。您想初学者哦，一上来就练这大刀，刀枪无眼，这要伤着人可怎么办呢？啊，那不行，西北角人多呀。哎，不能练大刀，那先从小刀练起。打小练起。哎，拿这个小刀开始练啊。您说这个砍人这也不行，那多新鲜。您说这砍这木头，嗯，这手感也不对。哦，这也不行。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就得买那上好的牛羊肉。还得牛羊肉。上好的牛羊肉放好了之后，拿这刀好练呢。哦，练刀，练这准确度啊。是，这一刀下去，嗯，哎，大小块一样。哎，一刀下去很均匀，一刀下去有肥有瘦。别说了，你这是练刀啊？怎么着？这不切墩儿吗？这不是？什么叫切墩儿啊？这叫刀工
懂吗？切柿子、刀工，这都得练这个。哦，这刀法还借鉴这个？那当然了。哎呦，哎，他是练刀，您呢？我练枪。哦，练枪，不能全叫枪，那是七尺为枪，齐眉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练这大枪。一听这话，外行。我怎么又外行啊？您不是我们这里事儿啊。我不是您这里的。您想，这初学者啊，上来就练这大枪，刀枪无眼呐。说一遍了，这要是伤着人可怎么办呢？不行啊，先得可这小短枪练啊，这也打小练，大概其跟这扇子差不多吧。啊，比这扇子稍微长一点，大一点，一头给它磨尖了，这就是枪了。你说这扎人也不行啊。啊，您说这扎木头手感不对也是，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一看我哥哥练了半天，他那训练器材别浪费了啊。那不能浪费，他这切完弄一盆之后啊，端到我的面前，是我开始练我这枪。您练枪，我练这准确度。哎，拿起来一块，哎，扎进去，哎，来一块瘦的，来一块肥的，哎，再来两块瘦的。您等等等，哎，我这练枪。别说了啊，您管这叫什么？枪，签子。啊，签子知道吗？这不串串吗？这不是哥俩一切堆的，一串串的。哪懂这？这是练功夫啊！你们俩练这个？练功夫啊？那你们师傅练什么呢？我们师傅练这手可太绝了。哦，暗器。还有暗器？我们哥俩练完了，嗯，请我们老恩师练练吧，让他看看。师傅瞧您本事了啊！你们哥俩全都练完了，是那个训练器材不要浪费啊，浪费不了，全拿到我这儿来吧。哎，我师傅练这暗器之前是前面先得有一个大铁槽。哦，都得有这大槽子，里边烧红的木炭，这火燎的旺旺的，是把我这训练器材马上这么一排，啊，我师傅一伸手，蹭的一下，由打这百宝囊里把这暗器就掏出来了。哎呦，掏出来之后还得喊一嗓子，喊什么呀？徒儿们闭眼啊，不要迷了眼睛。哎，对，这是，这是一款辛辣的暗器呀。哎。我师傅这手暗器练的啊，每一块肉上都有均匀的暗器。要不说人练得好呢？走走走，来走，翻面。哎，翻面，这不就烤串吗？这个串干嘛？不怎么样，练功夫。这玩意儿练功夫，我们爷儿仨啊，正在这西北角，我们这是练功呢。您那是练摊呢。对面又来了一家武馆，哦，自称是什么？是西域红柳派。哎呦，这我听过，他们的特点枪大那个。哎呦，当时这些老百姓全都去他们武馆了。我看他那个，没有人光顾我们武馆了，买卖不好了，愁得我师父啊愁容不展。嗯，我师父这有什么的？怎么着？明天徒儿我去会会他们。哦，您这是要踢馆呢？那当然了。哎呦，到他们那儿去大喊一声，是掌柜的啊，你们这儿有什么特色？特色给我们介绍介绍啊！在这红柳枪是特色，您红柳枪练得好，哎，给我练一串。哎，就一串啊？一串他也得给我练啊，哦！拿过来之后，呵，练得还真不错。那是，尤其撒暗器这个手法啊，跟我师父不相伯仲，都得差不多。他还得跟我客气客气呢。客气什么呀？这位少侠啊，要辣子吗？哎，这不还是烤串吗？怎么了？要辣椒面？再听我这个啊，哥。是大把哥辣子，哦，他是能吃辣。好，来，嘿嘿，这行了吗？行吗？不行啊！大把哥辣子还得放点儿。再来，这行了，这个不行啊！大把哥辣子还得搁。这小子气坏啊！辣椒面口袋打开，拿这肉串塞里边转。塞进出肉串，拔出来您再看，这是改糖葫芦了，都挂了户了都，一个个都这么大个。嗯，这行了吗？行吗？行，拿过来，拿过来了，这可算行了。给我来一塑料兜，一串还有兜？别废话，来塑料兜，给给你，给弄一塑料兜递给我。嗯，我把这塑料兜接过来，打开了，拿着羊肉串塞里边磕的，嗯，辣椒面全磕得下去，拔出来，来大把搁辣子，骗辣椒面去了。我吃了他一个半月啊！您猜怎么着？怎么着？把孙子气跑了！你可太损了你！我们爷儿仨继续称霸武林。你算恶霸你！那天啊，
我们师傅把我们哥俩叫到了身边。什么意思？徒儿啊，俗话说得好，学会文武艺，货卖与十家。哦，咱们爷仨光在这烤串也不得露脸呢。哎，你师傅是个明白人。我听说咱们附近最近新开了一个镖局子，还有镖局子，我有心给你们二人标明挂号，你们可敢去呀？我问你们敢不敢去？那当然得去了。哦，比烤串不强吗？那多新鲜的。知道什么叫镖局子吗？就过去啊，有些人带这个贵重物品出远门不方便不安全啊，找人保护着，这叫保镖。是，现在也有，它叫私人押运。就是这路买卖，这活你能干？私人押运。哎，人家那买卖做得太大。好啊，门帘也壮观。哎呦，我到人公司里边一看，好家伙，来来去去全都是人呢。哦，押送各种各样的东西。好，我一看，让我们押送的太值钱了，好东西，满都是黄灯灯这么大个的金砖，烧鸡，烧鸡呀！啊，这不送外卖去了吗？送外卖干嘛呀？您表面上看是烧鸡，是您把它切开了，里边这些东西全都逃出去，您放上金砖呢？哦，您把那鸡脖子、那鸡骨头抽出来，是您塞上金条啊？您听听，您把这鸡爪子、这指甲盖拔下来，您放上金瓜子儿，你把这鸡心掰开了，您撒上金粉。有那功夫，你都送到了你，拿这塑封袋都给它塑封好了。嗯，表面上还是烧鸡。哎呦，保镖分明镖、暗镖。子孙镖，您这是烧鸡镖。哎，烧鸡镖也是暗镖的一种。是暗镖。到门口一看啊，人家想的太周到了。怎么了？给预备两辆车。哎，什么车呀？道奇。哎呦，那是豪车呀。哎呦，太棒了。好啊，我跟我师哥商量啊，我说哥哥，您这功夫练得好，是您坐前面这辆开路，我这功夫差点。哦，我坐后头这辆垫后啊。为什么呢？嗯，我瞧我这辆这脚蹬子还在，前面那辆的脚蹬子差一个。你功夫好，你蹬它你不崴脚。你别说了。嗯，道奇豪车怎么还有脚蹬子呢？不光有脚蹬子啊，前面还一斗呢。还一道奇驴啊。驴驴怎么了？你说的吧，道奇驴这是上面有棚。啊，风吹不着雨。你早提棚我早明白了啊。走着，哥俩骑着我们这两辆道奇啊，路过黄河道不好走了。没蹬死你俩呀？就没蹬死我们俩呢。废话，你们哥俩骑道奇驴从天津走到黄河，谁说到大胯的给你磨没喽？谁说到黄河了？你说的路过黄河道不好走了，你听错了啊！我说路过黄河道啊，不好走了。哎，堵车了呀！赶上下班点儿了。您听听，前面是一动不动啊！啊，我跟我哥哥商量，是我说哥哥，咱不能再在这儿等了啊！一会儿超时了罚款呐！嘿，他给咱一差评，咱吃不了兜着走啊！还是送外卖吗？这怎么办？咱干脆。咱奔小道。哎，这行，穿胡同咱们是绕道而行。好。哎，我哥哥一听言之有理，咱奔小胡同啊。刚一拐进小道，坏，怎么了？有打旁边蹭蹭蹭蹭窜出四个彪形大汉。哟，哎呦，这四个彪形大汉戴着不同颜色的眼罩啊，手里面拿着各式兵器。哦，有拿双刀的，有拿双叉的，有拿齐眉棍的，有拿双截棍的。忍者神龟呀。啊，忍者神龟，你说的吗？这个手里边拿齐眉棍还跟我们喊呢。喊什么呀？呆啊，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是若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打死了不管埋。让四个王八给劫了。哥哥一看有贼了，当时这火腾一下就上来。哎呦，我说哥哥，杀鸡焉用宰牛刀，小弟甘愿负其劳。哦，兄长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回来啊。哎，怎么还护食呢？护食干嘛？送死像话吗？应该呢，擒贼受死，反正得死一个。当时我这一伸手扑棱这一下，我把我的小短枪就抄起来。小枪。啊，奔准贼人哽嗓咽喉，我扑哧这一枪就扎过来。扎他！这贼手还真快啊，砰的一把，哎，把我这枪杆子给我攥住了。贼说你拿过来，别撒手。说不行。哎，你劲儿挺大。哎，要不就给你吧。撒手了，没他劲儿大呀。嘿，您瞧瞧，这贼砰这一把把我脖领子攥住了，举起齐眉棍照着我那脑袋噗
这一下就砸下来了。等死吧？哪能等死啊？我双手一抱头，有后手。爸爸，叫爸爸来。爸爸，哎呦，我也是头一次保镖啊，我也没有经验呢，没成想碰着您了。您是忍者神龟，我是小王。哎呀，真客气，咱俩都是一家人啊！您饶了我这条命吧！哪有那好事啊？贼当时就乐了啊！哈哈哈，让我饶你，却也不难哦。你把那辣椒面钱还我。哎、他呀，在天津打岔可不是乐器，在天津、长鹏旭不叫长鹏旭，我叫孙鸟。哎，在天津，斗神光也不叫斗神光，我叫老坦儿。依然啊，一个月只能挣500块钱啊，但是怎么了？你还倍儿美。那我就明白了，狠吗？合着我的超能力就是傻不错。哎呀，我挖的外边没戏法，挖的里边藏不住。左肩膀这么一搭，这叫凤凰单展翅；右肩膀这么一搭，这叫老和尚拍偏人。